健康评估的人影人士接受檢疫。呢個目前嚟講咧，我哋只係適用於係來自湖北省嘅香港居民，同埋仍然留咗喺香港嘅湖北嘅居民。但係如果要做進一步嘅檢控嘅措施咧，我哋係或者係需要做按呢個步驟啦。因此咧，我哋今日亦都要清楚説明，喺呢一次嘅防疫工作裏邊咧，足夠嘅檢疫中心設施。包括家居檢疫的各項安排，其中包括醫管局需要啟用一些指定的診所，是我們今次防疫工作的必要條件。我在這裡呼籲，我是很認真地呼籲各區的區議員和居民不要再反對，政府仍然在努力尋找設施，但是每一次我們找到或者公布，或者甚至未正式公布，已經受到強烈反對，甚至惡意的破壞，將大大影響今次防控疫情的工作。剛才我講到了，我們今次的控關的力度是大的，香港的口岸區一共是13個，我們已經經過兩地就是暫攞10個口岸區的服務。上次做完的措施的效果，當時第一分享的數字是好處的，亦都能夠達至反對人數。做完呢樣真係公布完咧，如果只會開放深圳灣同埋港珠澳大橋嘅兩個口岸。咁咧，醫管局總部呢邊嘅醫護人員咧，仍然唔滿意，要求咧全面封關，堵截源頭。呢個係其他好快，大家都接受啦。我哋會毫不猶豫咁再做進一步嘅措施。重新抗疫係我哋今次重點，要希望喺社會上得到大家嘅認同。事實上，公共衞生嘅防疫工作喺每一個地方都需要社會嘅支持，需要市民嘅配合。喺呢度，我就幾有呼籲。第一，我哋強烈勸喻香港嘅居民，唔需要疫，唔好去到疫情嘅地方，包括喺內地。我哋都喺度呼籲大家係要遵從衞生防疫中心發出嘅指示。要充分合作，無論衞生防疫中心發出的指示是一般性比普通市民的指示，或者根據一些公共健康評估要作出一些特別的遵從的指示，我都呼籲所有的市民咧係要充分合作。第三個呼籲咧就是懷疑感染的個案，或者已經確診咗感染的人士，請你如實。衞生防護中心交代你在外遊的情況，同埋你曾經緊密接觸的人士，當然加速進行呢個追蹤。希望對於公共衞生嘅防護咧，我哋一定要做好。事實上，如果有人係唔做呢個護身咧，係犯法啊！我哋都會嚴重嘅處罰。第四個呼籲呢個。盡量留喺屋企裏邊，就唔可以最好咧就唔好去人多嘅地方。當然呢個要條件許可，同埋即係佢冇一個必要需要留下啦。如果亦都係冇辦法，就要做好呢個個人嘅防護啦。跟住咧係呼籲市民喺今次咁嚴峻嘅疫情咧，好多嘅公共衞生嘅措施都可能會影響到僱員上班嘅，所以喺呢度咧。Thank you.
呢個佢哋嘅五日嘅罷工咧，係完全冇關係。任何人如果認為用呢啲極端嘅手段可以威逼到特區政府或者係醫管局去做一啲我哋理性上唔應該做嘅嘢，或者對公眾利益係有害無益嘅嘢，都唔會得逞。至於第二、第三個問題，我先請醫院管理局高醫生講講，然後我可以講講我自己作為行政長官對於部分醫護人員喺呢件事上面嘅態度嘅睇法。高醫生，我哋教導團得悉有啲同事啊，特別同事啦嚇，就要提出啲想寫啲意見咧，啊，佢希望接受罷工嘅方法表達咧，我哋係表示不同意嘅。因為我都相信呢，大家嘅財務理念咧，大致上都係會解決嘅。但係呢個表達方式嘅方法咧，係會影響到我哋照顧病人嘅情況啦，嚇，同埋整個服務都有影響。至於有啲同事如果佢係藉著罷工或者其他方面咧，譬如話請病假或者出勤啊，或者我哋叫做 absence on duty 咧，因為咁樣做咧，佢係有既定嘅人力資源守則啊指引。咁都好多個案情況可能都唔會一樣啦，咁我哋都會根據我現有嘅指引咧去作出嘅跟進。之前咧，特首都明話話咧，即係如果係封關嘅話，係會造成歧視嘅。
去咗三間醫院嘅人，會唔會有檢控咧？有冇跟進咧？咁啊，另外一個口罩供應問題啦，到今時今日咧，都唔少嘅傳媒報道咧，有多嘅呢個 CSR 嘅口罩咧係流落喺市面，亦都有人咧係唔知點解咧獲得咗呢啲嘅口罩，亦都有醫護人員話咧，呢啲嘅口罩供應咧係唔足夠嘅。咁啊，特首點解冇提過咧話醫護人員有足嘅口罩？每一個市民咁啊，喺醫管局總部呢度咧係見到一大批嘅醫護人員咧係聲援工會嘅。咁因為醫管局咧原本係應承咗咧就會同工會咧會面，咁即係同呢個醫管局員工陣線嘅成員咧係會面。咁但係成員咧係不滿正醫管局咧未有承諾係公開對話。咁由於啱先係特首林鄭月娥咧就會係出席呢個記者會，咁佢哋咧稍後會聽完記者會之後會再作回應。會進一步封閉關口，但是醫護人員仍然是不滿政府未有承諾全面封關。刪了四個，刪了當時六個口岸，這個客戶快接曬的人走去了，所以今次我們選擇只是留下深圳灣口岸、港珠澳大橋口岸，只是這兩個口岸全面封閉。現場亦都係有高橋啦，全面封關，杜絕源頭。三條路封定一條路，唔係全部封曬，全部用曬嗰條人嗰一條路啫嘛。唔緊要，或者係特登講咗啲唔係真實嚟嘅，影響咗我哋喺衞生防疫中心到中醫中呢啲緊密接觸者，或者甚至就住呢個個案，我哋。所有的醫護人員都是持續，當然今天是應該有供應。
為止每日有足夠供應呢，我今天是難以作這個保證，所以剛才說法呢，我們會盡最大努力，亦都會將他們的要求、他們的訴求是擺在第一位，因為這個原因呢，就我們真的沒有辦法在我們的庫存那裡的量已經不多呢，是拿出來去派發給市民。我當然很關心市民，但是當我們面對疫情的時候呢，我們必須要確保醫護人員在前線去抗疫和去幫助市民，去照顧市民的時候呢，他都要有足夠的供應。至於關於我們懲教署 CSI 生產的口罩是否有不合常規地流入了市場呢，我相信懲教署呢會繼續去調查。John Ray from ITV News of the United Kingdom. Forgive me, this is I'm asking you in English. If you could find use of my words, it would be great. Can I ask you this? Why haven't you closed all the border crossings? An open border is an open border, and the longer it remains open, the greater the danger to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Isn't that the truth of this? Well, in answering your question, John, you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the situation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 of China is almost unique. Over the years, we have established very close relationship. I don't mean the government-to-government relationship. There'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people, the two economies, the two communities. 我意思啊，立場新聞，有新聞介唔介意可以訪問幾句？我哋而家出緊街啦。唔好意思，你係立場新聞。係，想問有關啲乜嘢？我主要都係問翻先，佢宣布咗一啲即係封關嘅措施。係。問翻你個人意見。其實我暫時都仲未聽得好清楚，但係我大概知道佢其實暫時係都係一個偽封關嘅狀態啦。你介唔介意可以出？你介唔介意可以出埋嘢咁樣？如果唔方便就咁。就咁啦，唔好意思。O K。咁你講下而家佢有咩意見？因為啱啱就宣布咗啦，就會係封城呢個深圳灣口岸啦，同埋港珠澳大橋。咁你覺得呢個封關嘅措施，你哋會唔會滿意？其實我咧絕對係唔滿意嘅，因為其實我哋要求嘅一向都係全面封關，佢做唔到呢樣嘢嘅話，其實基本上個源頭係阻截唔到。依然都係會令到前線醫護嘅呢一個即工作量大增，咁佢唔止唔堵截呢個源頭嘅話，其實我覺得我哋再做落去嘅話，斬做死前線醫護，其實我覺得咁樣做基本上係吃力不討好，所以我覺得真係應該係要去再有一個強硬啲嘅手段，去真係可能讓到佢去再重新去諗一諗，會唔會考慮全面封關嘅？你本身係醫護人員？我就係、是支援人員嚟嘅，咁我係 clerical 嚟嘅。但今日都係有參與白，係參與白工嘅。咁我今朝係睇今日林鄭月娥，即係喺你哋死線之前臨時讓步咧，就話會進一步封關咧。咁其實我相信我哋即使我哋可能第一日白工嘅唔係一啲 essential staff， 咁但係我相信都應該係我哋嘅工會都可能俾咗相當程度嘅壓力佢，咁讓到佢真係可能做咗呢讓步，但係我哋只可以感到遺憾，就係佢哋嘅所謂讓步其實係完全唔符合我哋一開始所提出嘅咁大訴求，咁所以其實我哋覺得係唔可以接受。唔好意思，我過嚟覺得唔可以接受係。係，咁你哋聽日會有啲乜嘢嘅行動咧？都係會選擇繼續罷工啊？我會繼續堅持繼續罷工嘅。咁我間院我都見到有一啲同事，即係可能係一啲護士嗰啲都可能係，即係都會參與呢個罷工行嘅。咁至於有啲咩活動嘅話，我自己就唔清楚。但係之前陣線都有講過話，可能都係申請緊不返通知書，可能會去即係醫院管理局嗰邊去有集會咁樣啦。咁其實而家都喺度集緊會㗎啦。咁所以都係留意翻個陣線嗰邊 Facebook 嘅最新消息咯。係，即係主要都係爭取唔到咁大組合嘅話，亦都係唔會罷休，都係會繼續罷工，係咪？我嘅話會嘅。至少即係佢冇全面封關嘅，我絕對唔會考慮去復工。唔該曬，請問你係姓？我姓蕭嘅，姓蕭 ，S I U。可以唔影翻張相，可以影側邊。可以影翻你師弟嘅照片。
唔好意思啊，我係立場新聞影印機接受訪問。立場新聞，好嘢嚟嘅喎。可唔可以接受訪問？可以，立場好嘅。可唔可以上鏡啊？你唔好鏡咩？哦 ，OK， 咁我哋就咁擺到啦，好。好，即係齋聲音咧。係啊係啊，請問你自己係咪醫護人員嚟㗎？唔係。係，你係普通市民。我係一個退休人士。係。原本係咪都係做緊醫護工作㗎？唔係。即係完全都係唔關事嘅。冇拉間㗎。係，咁點解今日會嚟到醫管局呢一度咧？因為即係點講好咧？即係縱觀香港化工史，次次都係即係講真句，都係虎頭蛇尾。呢次醫護人員嘅罷工係絕對有討價還價、有本錢嘅罷工。呢一鋪咧罷工咧冇得輸嘅，一輸咧以後整個香港社會運動咧唔可以再用罷工呢個詞嘅啦，因為冇本事罷工嘅啦。如果咁都辦唔成嘅就，即係個情形，即係等於十一月區議會選舉。死咁多人，傷咁多人，盲咗咁多隻眼睛，如果出嚟選區議會都選唔到嘅，以後都唔好掂政治呢兩呢回事。咁點解你今日會出嚟支持呢班嘅醫護人員嘅？好簡單嘅啫，即係都唔需要話即係盤算得失啦咩嘅，呢啲屬實良心驅使，佢哋醫護人員亦都冇私人著數噶，為香港啫嘛。咁我哋係香港一份子，點解唔出嚟啊？再加上我哋喺香港幾十年嘅生活，過咗幾十年嘅太平日子，而家香港有困難，點解我哋唔企出嚟？我揾唔到理由。講句真嘅，我哋出嚟一不求名，二不為利，就係咁簡單。你係會唔會睇啦？因為好多人嘅講法就係話啊，覺得醫護咧其實罷工係不負責任啦，亦都係逃兵。你自己點樣睇呢啲嘅講法咧？逃兵就假嘅，嗰啲係欲加之罪嘅啫，邊有逃兵呢回事啊？如果逃兵，佢哋都唔會企喺度啦，分分鐘仲要政治上同埋職業上、前途上有風險嘅人哋，知唔知啊？就咁簡單逃避，逃兵呢樣嘢，佢壓個死貓嚟食嘅啫。即係等於阿歐若軒用大聲公講嘢襲警嘅樣啫。所以你都係支持醫護今日嘅罷工？支持。聽日如果啲群組公開群組啊，連登嗰啲有人呼籲我，聽日都一樣鋪頭啊。即係你都會奉陪到底。係啊。你啱先見到咧，係林鄭月娥都宣布咧，係會進一步封關啦，咁就封靜兩個嘅關口。你自己滿唔滿意呢一個嘅讓步咧？佢仲有一樣噶，佢於就撲街，林鄭咧，於就七婆咧。如果啲醫護唔出嚟罷工，我哋小市民喺後邊又鬥住咧，佢唔會將落馬洲啊、羅湖嗰啲封嘅。如果佢要封，一早封咗啦。呢站家產你唔俾啲壓力，佢真係當你奴奴噶。但你滿唔滿意而家嘅讓步啊？未夠，因為仲有兩個漏洞啊嘛。用佢嘅説話嚟講啊，仲有兩個漏洞。林鄭呢站家產死幾次都未夠本啊！咁你覺得係達到啲乜嘢你先會滿意咧？即係平時啊，講開五大訴求啦，兩大訴求啦，而家縮一縮，即係因為依一鑊嘢咁計啊！啊，一定要達到啦！依啲好卑微嘅嘢啫嘛，唔係關某一個人事，唔係關黃師太、藍師太嘅事，係成個香港嘅事。哦，即係你而家封咗關，疫症唔嚟啦，咁你黑警都有著數，嚇、啊！啲疫症唔係話即係根據顏色嚟到湧埋去噶嘛，咩情形底下都湧埋去噶嘛，就係、是、咁。好，唔該曬。請問你係姓氏係啲乜嘢？姓李嘅我。姓李係幾多歲啊？我成七字頭噶啦，唔夠七，差唔多七。所以今日都係特登知道有行動就趕過嚟支持佢哋嘅罷工。真㗎，真㗎，仲有提醒你，你立場啲姐姐啊、啲先生咧，真係小心啲，因為點解咧？啲黑警啊，擺明係針對立場嘅。Okay, 我想問方唔方便幫你影張相？你可以用個牌遮翻住自己得啦。好，好，唔該曬。我喺度日影啊。好。好，唔該曬李先生。李先生，小心小心。係咪李先生係咪？係。唔該曬。
咁我哋當先訪問咗啦，其實係見到醫護人員本身咧都唔滿意，即係政府而家進一步嘅讓步。咁亦都見到咧，有市民咧係特登嚟到醫管局總部咧，係支持醫護人員嘅行動。咁咧，市民亦都係唔滿意咧，政府咧呢、這個即係讓所謂嘅讓步啦。咁其餘咧，仲有係兩個關口，亦都係有所謂嘅漏洞咧，係尚未堵塞。咁大家嘅訴求咧，都係一致要求咧，係全面封關。咁啲市民亦都有提到，就係其實醫護咧罷工咧，絕對係唔係為咗自己啦，而且佢自己本身咧，亦都承受住極大嘅壓力，亦都係包括可能係賭上咗自己嘅前途。咁就希望大家亦都可以體諒，而且佢自己本身咧，亦都好欣賞同埋支持今次嘅罷工行動。社會亦都係有著數啦，咁包括咧，其實警察咧都係噶，佢就話今次嘅病毒其實最後都係不分黃藍，影響嘅都只會係大家。所以咧係要求政府全面封關。咁就交代啦，關注疫情嘅進一步措施。咁現場嘅醫護人員咧，依然係不滿政府不願意承諾咧全面封關，咁係情緒呢一度係幾鼓噪噶。One of the pieces, airport across the globe. We have to discharge our responsibility as a dependable and trustworthy international airport. So we are putting places. 咁咧，按呢個嘅程序咧，估計第二階段嘅罷工咧，亦都係會繼續展開。Mechanisms and procedures.
正視香港的居民如果他在外地因為這些外國政府的措施或者因為我們自己採取閉關的措施不能夠回來滯留在外地呢即會製造大量 的問題所以從這個角度出發呢我們是以一個咁較早前啦，醫管局員工陣線嘅副主席啦羅卓耀係見記者嗰陣咧，就表示咧今日係有超過2400名嘅醫護啦，係進行咗第一階段嘅罷工。咁但係始終覺得成效咧未夠明顯。要求誒勞工處同埋入境處咧，喺呢度有啲咩方法？咁而家見到咧，雖然政府咧係有作出嘅讓步，咁就係有提出進一步嘅封關啦，封閉更多嘅口岸，咁但係始終咧都係未有確切承諾會全面封關。啱先羅卓耀亦都講到就係唔排除咧未來會同其他更加多個嘅工會咧合作，咁就希望有營造更加大嘅壓力咧俾政府，迫使政府咧正面回應。民間同埋醫護嘅訴求，明嘅簽注或者叫探親嘅簽注，咁誒，我哋知道裏面有唔少咧，係啊。因為為照顧小朋友，或者到帶咗小朋友翻內地係翻嚟，而呢一位嘅一個嘅媽媽啦嚇，佢本身係冇香港嘅居留權嘅啊。就帶小朋友入，咁所以如果我哋完全唔容許呢啲攞住雙程證要嚟香港照顧幼童嘅媽媽，不斷咁跨境去攞呢個雙程證咧嚟香港照顧呢啲兒童，呢啲例子係好多嘅。咁全部朋友，各位市民要明白，因為我哋同內地真係好緊密，我哋幾個人民嘅交往係好多年嘅嚇，咁所以今次要做一啲嘢。但係我哋影響係大，我哋而家嘅做法係一方面我哋整合啲口岸，縮減人流，去控制下關口，但係亦都就住每一個佢必須要跨境嘅類別，睇下有冇其他嘅方法可以喺呢段咁疫情嚴峻嘅時候咧，減少佢需要跨境嗰個嘅即係嗰個需要。再兩位，黃先生好。我哋香港電台嘅提問啊，想問下咧，即係點解到今時今日咧都唔限制所有嘅內地旅客入境咧？咁啊，市民話咧，即係作為特首咧，係咪點都要同香港市民作對咧？因為咧，我問第一個問題就係，即係根據入境處琴日嘅數字咧，琴日咧經深圳灣、港珠澳大橋同埋機場在內嘅內地旅客入境人次咧，係佔整體內地旅客入境人次嘅60%。而其中喺陸路方面最多內地旅客入境嘅地方就係深圳灣，有成2200人次嘅。點解你今日都仲係要留低呢個缺口咧？第三個問題就係話，而家已經係出現咗一啲嘅本地感染嘅個案啦，咁而家先要進一步喺東樂湖同埋東南亞洲，係咪已經係錯失咗呢個防疫嘅黃金機會咧？仲有一個問題就係關於口罩嘅，其實你知唔知好多公公婆婆咧凌晨4-5點咧就要起身去排隊買口罩，而且未必排到，未必買到，買唔到嘅時候仲要浪費佢哋身上面戴住個口罩。既然情教處方面係可以生產口罩嘅，咁而以往都試過係將啲口罩咧，即係政府生產口罩咧，係派俾啲非政府嘅組織係即係攞出去嘅。咁既然係咁嘅時候，會唔會考慮到可能係喺譬如喺個公共政處啊？一啲社區中心啊，係優先派發俾一啲嘅長者，等佢哋唔使喺個防風之下去排隊買口罩咧。唔該曬。第一個問題咧，作為特區政府，無論係我本人或者係我嘅團隊咧，我哋都係照顧香港市民嘅需要啊。
需要跨境。我哋先睇個數字，嗰幾萬、嗰十萬離境同埋入境嘅係香港市民啊。咁所以係呢十萬離境、入境嘅香港市民，佢哋係佢哋嘅利益、佢哋嘅需要，我哋可以置之不理咧。就等於我哋捉到。
麻煩你好，有線電視嘅，想問翻咧，其實即係疫情發展去到今日啦，咁其實都仲係有兩個口岸其實係冇封到啦。咁其實頭先都提過，就話有一啲嘅個案，即係譬如話有啲即係唔係香港人嘅媽媽啫，其實警署可以酌情處理。咁點解都仲係唔可以即係做到即係一啲即係社會上普遍要求，就係話即係限制一啲曾經去過內地嘅非香港人入境咧？咁同埋即係就見到頭先都提過，就係話即係有一啲嘅醫護人員罷工，就話今日即係有一啲即係進一步嘅即係防疫措施，就同佢哋今日罷工係冇關嘅。咁其實即係尋日即係嗰個公會都邀請過你去，即係不如大家坐低傾一傾啦。咁但係你都拒絕去出席。咁其實佢無論佢講乜嘢、做啲乜嘢，你都係唔會聽會理。即係其實政府想做啲乜嘢，你就繼續自己想做咧就去做咧。另外都想問翻阿高醫生，其實就算今日有一啲嘅醫護人員罷工啦，咁之前都話有啲嘅私家醫生咁，其實就願意去公立醫院幫手啦。咁其實佢去到而家啦，咁其實就分配好佢哋會去啲咩科嚟咧。咁佢實際可以幫到啲乜嘢咧？咁啊，同埋其實都有一啲嘅消息就係話，其實有一啲嘅即係去到聽日嘅時候，有一啲嘅手術室嘅護士或者一啲即係相對比較緊急嘅醫護人員，佢哋都會係即係罷工啦。咁呢啲嘅即係嚟幫手嘅私家醫生，佢會唔會係即係都幫手做呢啲嘅手術？咁如果佢有啲高風險嘅時候，萬一即係出咗啲咩事，咁其實佢哋嘅性質，佢哋唔係醫護嗰個員工嘅時候，咁出咗事嘅時候，其實係邊個去負責咧？同埋截至今日，其實到底有幾多病人係即係受到醫護罷工嘅有影？有一個即係具體確實數俾到我哋㗎。我只係回答關於開會嘅問題嚇。一直以嚟咧，高醫生都有通報咧，佢係約咗呢個工會咧喺昨天會面嘅，由醫院管理局主席同埋係行政總裁去同自己嘅員工嘅會面咧，我認為一個適當嘅做法。高醫生，真係高醫生。咁我講翻頭先記者朋友問到關於今日個服務應該情況啦，或者係想講私家醫生嗰方面先嚇。咁我哋都多謝有啲私家嘅無論醫生護理嘅同事咧都係表達願意協助我哋喺呢個艱難嘅時候嘅。咁我哋而家咧都會做一啲配對嘅。係夜晚七點半啦，就會同醫管局員工陣線嘅代表會面。咁期間咧，亦都係歡迎傳媒咧涉及單位。嘅會面過程，咁亦都係講咗啦。等陣嘅會面咧，將會係一個公開嘅會議。咁翻嚟醫院工作，咁個角色咧都係醫院局嘅僱員嚟嘅，即可能係一啲唔同嘅一啲僱傭關係啦。所以咧，佢哋都係受到我哋嘅保障啊，其他方面。咁當然咧，佢哋如果要做臨床工作咧，都必須要進行適當嘅感染控制方面嘅培訓嗰方面嘅。另外講一講服務方面啦。咁我哋到今日大家中午到啦，我都已經收到全部最新嘅數字，基本大概有2000多位同事啦，參與今次嘅人工行動呢個罷工嘅行動，對我哋影響都大嘅，正如昨日我提過，我哋暫時睇到影響比較大嘅就一啲唔同嘅專科服務，譬如係一啲門診服務啦，同埋一啲非緊急手術咧，我哋而家大致上都削減咗10%-50%。特別喺個別嘅專科情況咧嚴重啲，譬如喺手術室嘅護士同事嘅方面咧，參與呢個行動嘅同事比較多，令到我哋咧維持一啲相對上都比較重要嘅手術都係有困難嘅。譬如比方一啲個別嘅癌症嘅手術啊，或者甚至乎心腔外科嘅手術咧，我哋都係要削減一啲數字先能夠咧維持得到。另外嘅情況咧，就係喺一啲個別嘅專科咧，我哋都非常之擔心。譬如講例咧，就係好似喺我哋相當興熱嘅心血治療科咁樣咧，或者兒科啊，甚至乎一啲生活管理上本身咧佢人手咧喺個別嘅部門咧都出現嚴重嘅缺陷。咁呢方面咧，我哋覺得係非常之擔心同埋咧都係好覺得咧係好重要。因為我哋見到咧，係可能有機會令到一啲病人咧，係面對一啲不必要嘅風險。我哋另一個情況咧，當然同埋要好靠而家繼續有翻工嘅同事啦。我哋靠我哋嘅調配啊方面，咁我哋都非常之多謝啲同事幫手。亦都有同事咧，原本都靠啲取消咗佢哋假期翻嚟幫手。
但我想強調咧，這個情況係嚴重嘅，因此咧，我都再次強烈咁要求參與辦公打雪櫃嗰個同事咧，放棄佢哋呢一個辦公文化，都係説明大家對防疫嘅程度根本唔一樣。但我相信佢哋係一致嘅，但係咧，我各位同事都唔滿意呢個打工嘅手法表達出嚟嘅。不好意思啊，有没有人表演？
sorry， 唔好意思，想入翻去。Sorry 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sorry， 唔好意思。Thank you。OK 噶啦 ，OK 噶啦 ，OK。见到，放心。我们行动升不升级，是在乎你会不会行。
行動，肯唔肯傾，肯唔肯做。今日大家喺呢度睇完林鄭嘅記招，大家辛唔辛苦啊？唔辛苦。唔辛苦，我哋點啊？我想問下呢、這個會唔可以較低少少啊？哇，扶唔起啊，扶唔起！慢慢嚟，其實你埋佢啱唔啱位？實啲，實啲。得，你嚟試啊！你聽埋佢得。OK，OK，OK，OK。低啲，低多少少。我嚟，我嚟。好，睇一睇影手語。嚟先，呢個揾我睇先。哦，你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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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媒朋友在這裡做一個提示，就是我們有位投票傳譯員，我們希望聾啞人士都是關注事件，希望都知道、究竟現在發生了什麼事，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夠拍到他、所有的 Camman 都能夠拍到他，麻煩了。跟著他說一下，就是說現在因為吳宋大聲公就這樣說、好就直接說，因為現在有些會員都不在這裡，今天罷工，所以都多在這裡，我們都多謝所有參與罷工的會員這樣、首先我想向我們今天有份參加
罷工的各位會員再次衷心的感謝，因為有部分的會員未必可以出席到現在我們在 HAB 大堂的集會。我們再次重申，我們今天是有超過2500名的會員是參加今次的罷工，而今天只是我們第一個罷工行動的第一階段。我們今天的死線是6點鐘，我們暫時都未看到政府或者醫管局是會想正面回應我們的訴求。根據剛才林鄭的記者招待會，我們只是看到她是我們的行動是逐步逼到政府是部分封關。至於堵截源頭方面，政府現在還是留下了3個關口，接近60%的內地人入境人流都是由這3個關口入來的，所以我們絕對看不出他已有誠意進行全面封關這個措施。之前林鄭還要說封部分關只會令到部分人流轉去第二個關口，即是減不到人流，直情是自打嘴巴。我們再次強調，我們並不是針對中國籍的內地人，我們要求的是所有非香港居民經由中國內地進入香港境內，所有香港居民經中國回港之後其實都是需要接受強制隔離。今日醫管局的高層邀請我們會面，我們的同事已經來到 HAB 這個大堂，我們是等著高層是下來跟我們見面，我們絕對願意跟高層進行公開對話，高層只要肯走下來我們就肯跟他們談。我們行動升不升級是在乎管理層肯不肯跟我們談，肯不肯到有所行動。你望翻前面聽得唔聽得到？我哋會同高層會咗面，我哋先會再決定嘅。點樣睇林鄭話咧？就係冇因為你哋罷工令到進一步封關，你點樣睇呢個說法咧？我哋認為我哋嘅行動係令到政府有壓力，令到醫管局有壓力嘅。佢雖然口講，佢話不是我們令到他做這些措施，但是我們相信我們絕對是有安排在這裡。In fact, under the pressure, the government has proposed a lot of measures on closing the border. Under the whole pressure of the on the healthcare worker strike, and also all the experts are advising the CE to close the border. I think this is because of all this pressure. So, And the CE also said that we won't get what we want if we use strike to threaten the government. I think there's already other noises among other industry that will also go on strike to pressure the government. I think that is not only the healthcare workers issue already. 我哋答翻你第一個問題先啦。第一個問題，唔好意思，我想重複先。唔好意思，第一個問題。林鄭喺你哋嘅死之前，咁你哋期望高層點樣？即係期望高層做到啲乜嘢？我哋
其實我哋期望高層係可以向政府施壓，我哋到而家都係堅持我哋依個理念，就係、是、希望高層可以喺向政府施壓，進行全面封關。我諗個重點係，究竟高層而家醫管局嘅高層係企喺我哋前線員工嗰一邊，係咪企喺廣大市民喺一邊，定係企喺呢個無恥政權嘅呢一邊咯？頭先講話，其實都係冇諗過係你哋親自去極端嘅手法，咁佢係咪形容緊基本法第二十七條保障緊香港市民有罷工權利？依條法例係激進嘅手法咧？我哋好想反問翻林鄭依位特首。我諗個重點係兩樣嘢嘅。第一樣嘢就係政府喺呢半年嚟話都俾大家聽。我哋用一啲好溫和嘅方式，無論係遊行、示威、請願，甚至我哋其實發起呢個行動之前已經發開咗一啲公開聲明同埋聯署咧，係希望政府去做嘢。但係政府其實係冇回應過呢個訴求，其實先會釀成今時今日呢一個咁個絕對係政府嘅責任。第二就係其實病毒係唔等人嘅。我哋封關呢一樣嘢咧，係如果係全面社區爆發嘅時候咧，其實再做咧都未必有得用，所以我哋係有急切性去用一個比較激進少少嘅手法咧，係去逼政府去回應，因為而家政府就係唔理我哋。咁問題咧，即係超過2500人呢個人打針啦，比你哋想象中嘅嘅規模多定少咧？有冇話暫時你哋聽到聽日嘅話有幾多名醫護人員傾其實根據我哋嘅罷工宣言啦，我哋預計嘅今日參與嘅人數其實都係大約3000名。其實今日嘅簽到人數都同我哋嘅預計好接近嘅，因為我哋都知道有啲會員可能未必可以嚟到簽到嘅，所以其實呢個數字已經係符合我哋預期嘅。我哋相信我哋呢個工業行動係會視乎社區啦，社區會唔會有個大規模爆發啦，又或者政府，我哋係再次重申，希望政府係聆聽我哋嘅訴求，聆聽大家嘅民意，進行全面封關，當機立斷，臨崖立馬，進行全面封關。我諗你問到有冇有機會有一個升級嘅行動，其實當社區爆發嘅時候，可能醫護界真係要翻去救人。但係而家其實已經有好多唔同嘅工會都係醖釀緊罷工，去令到政府嘅回應嘅訴求。我諗相信嗰個所謂嘅升級行動，就係希望可以聯合其他工會一齊向政府施壓咯。其實都會根據我哋之前個計劃啦。如果我哋今晚個談判係再度失敗嘅話咧，我哋個罷工計劃係立即進入第二階段。咁就係2月4日至2月7日，所有參加罷工行動嘅會員都會進入依個罷工行動。死線都係今晚6点，本身係今晚6点，咁但係我哋一陣就會7点半就同高層見面嘅。如果佢肯落嚟見我哋嘅話，會唔會再次一個好快嘅死線？如果再次開向政府發信要求全面封關，即係做啲咩實際嘅行動，先至係嗰個入面升唔升級？即係會唔會向政府發信定係點做？我諗個重點係我哋其實訴求入面亦都提到咧。其實係我隔離嘅病房，其實當社區爆發嘅時候咧，係一定會面臨一個唔足夠，而會置醫同埋市民本地。而另外一樣嘢就係保護裝備上面咧，其實我哋見就係咧，我作為一個普通病房嘅設置醫護人員咧，其實我哋見到咧，病房入面係冇一個 level 3，即係符合呢一個 infection control 所界定嘅
要對付呢個肺炎嘅一個保護裝備咧，係俾到普通病房嘅同事去使用嘅。但係當社區爆發嘅時候，大家就會好危險。咁點解醫管局唔能夠係去施壓，係令到政府係去封關，然後令到社區爆發嘅機會減低，先會令到所謂我哋第三同第四嘅訴求能夠係fulfill 到咯？如果唔係嘅話，其實佢係 fulfill 唔到我哋第三同第四嘅訴求嘅。可唔可以問翻，其實你哋要堅持個立場係要求政府禁止所有非本港居民經內地口岸入境啦，一定會堅持，依家唔會改變啦。係。咁如果聽日都睇嚟似乎都未必滿足到你哋，聽日最大影響嘅罷工嘅組織係邊一個 party 咧？根據我哋預計啦，其實我哋之前根據我哋個罷工宣言嘅預計咧，其實大部分都係會有六至七成都係護士嘅同事嚟嘅。六至七成同事，聽日開始都可能會罷工嘅意思係？冇錯冇錯。咁話邊間醫院受影響會最大咧？之前我哋有其實有少少數據嘅，咁咧就其實我哋咧見到我哋9000位同事參與罷工，聽日嘅罷工嘅話咧，即係我哋而家仲未傾完啦。咁如果談判破裂，佢參與罷工嘅話咧，有 9% 嘅罷工員工係來自伊麗莎白醫院，亦有 9% 嘅同事係來自屯門醫院，而 8% 嘅咧分別係瑪嘉烈醫院、威爾斯親王醫院、聯合醫院，同埋大概有 8% 嘅係有東區嗱係東區醫院，係東區醫院咯。咁樣呢幾間醫院咁樣。我想問下今日嘅話咧，今日嘅話係幾多？即係醫院嗰個分佈又係幾？因為今日我哋咧其實係你講。係因為其實今日咧，我哋冇正式統計佢係邊度翻工嘅。我哋只係咧facility 大家去自己就近嘅醫院、就近嘅龍頭醫院去簽到嘅，所以我哋而家冇數字話佢本身係邊間醫院翻工。六七成其實就大概是5500-6000到啦，係啦，五千。其實我哋再次重申啦，如果佢唔去進行全面，佢唔逼令政府全面封關，堵截嗰個病毒嘅源頭，其實我哋點樣講人手，點樣講資源，點樣講隔離病床嘅數字，其實都係冇意義噶。如果佢哋喺上面唔封關，下面我哋點樣清都唔會清得曬。我想不是溝通咯，呢個係佢要企喺我哋呢一邊嘅立場去向政府施壓，然後係政府要去做先解決到而家個問題，而唔係企喺員工嘅對立面話我哋罷工唔啱。具體嚟講，係咪真係要佢嘅承諾咧？其實係要政府做嘢嘅，最後都係因為個重點係政府唔做嘢，最後個資源都係解決唔到個資源問題。因為其中我有個訴求係講緊啲資源問題，政府唔做係解決唔到個資源問題。做會員大會嗰晚咧，你哋咧就話咧要林鄭出嚟傾咧，你哋先至會進行一個談判啦。咁如果第二日咧林鄭冇出嚟傾，你哋就宣布談判破裂，跟住取消啦。但係今日林鄭依然都係唔出嚟傾嘅，咁但係你哋就願意同醫管局進行一個公開對話。咁擔心會咁樣被視為一個態度嘅軟化咧？其實我哋因為收到好多會員嘅意見，佢係想我哋同管理層有個對話，但係我哋期望嘅唔係一個閉門嘅對話，我哋要求嘅係一定係要進行一個公開對話。所以我哋嘅會員已經嚟咗啦，同埋我哋依個工會嘅理事已經喺依度等緊管理層啦。至於佢出唔出嚟見我哋，就好在乎佢自己嘅決定。咁係咪即係尋日嘅醫管局本身提出嗰個對話，提出嗰個談判係唔係一個公開嘅？絕對唔係啊！
其實我們呼籲所有的員工罷工，即是緊急服務的員工都會罷工咯。哦，即係哦，你話具體，我哋係會嚟呢度請願咯。喺度請願。係。已經獲得不反對通知書咧，我哋仲有，係咪可以講噶？講得。係朝早我哋嚟請願嘅，我哋其實已經申請到不反對通知書噶啦。係九點。十點。九至九至十二個不反對通知書嘅時間係九至十二點。週末有其他嘅。暫時未有定住。我哋預計，因為其實有差唔多六七成係護士同事，即可能有機會個即病房嘅服務啦。我以病房服務為例啦，即平時日間即係講緊朝頭早間同下晝間，可能有五至六位嘅護士照顧五十位病人一個病房，咁可能會降至兩至三個護士。咁而家呢個狀態就其實好似一個夜間嘅狀態咯，咁就會維持一個最低度嘅服務咯。我都要視乎翻睇下佢係用咩態度咯。同埋係啦，同埋佢而家連肯落嚟都未答到我哋肯唔肯，即係落嚟同我哋啲會員一齊去傾咁樣咯。網上有傳咧就話，即係 HR 向嗰啲醫護嘅員工發信啦，就話要求 report duties， 究竟係咪真係有呢封信存在，同埋即係有冇？其實我哋都收到唔少嘅會員向我哋投訴，佢哋嘅上司係不斷咁用唔同嘅藉口向佢哋施壓，所以而家我哋其中一個嘅訴求係要求高層醫院管理局高層管理層係公開澄清，唔會向我哋所有會員作出秋後算帳，依個係一定佢要答應嘅訴求，我哋先會進同佢哋進行談判。今日有誠意先約佢參與打工啦，其實成日嘅過程裏面有冇政府嘅任何方面任何呢啲上司或者或者係提出啲新嘅方案？你有冇啊？我哋就暫時未有收到。唔係，係醫管局提出要見，但係我哋係希望用公開嘅形式見面，因為我哋認為冇需要做任何閉門嘅會議。Sorry， 聽唔到。我哋之前其實都講過，如果佢係進行閉門會議嘅話，其實依個係冇意義嘅談判嚟㗎。咁所以我哋就唔會同進行談判。可唔可以大聲啲啊？再據你哋所知，今日打工咧對醫療服務有冇造成啲咩嘅重要影響？我講啦。其實我哋因為其實見到啲數字咧，有唔少嘅即係物理治療師啊，同埋一啲職業治療師係參與我哋嘅罷工，或者係一啲門診服務嘅同事係參與罷工。可能其實就會係對一啲非緊急服務，例如係門診服務啊，例如係一啲物理治療診所門診嘅服務咧，係會造成一定嘅影響咯，即係會 cut case。想問林燕咯，睇林鄭頭先成個幾招冇戴口罩咧，佢故意嘅味道係好明顯嘅。想問你哋有冇回應咧？我哋都係繼續呼籲香港市民，如果出席公眾場合就戴翻個口罩咯。因為我哋只有簽到嗰個醫院嘅人數喎，係啊係啊，因為我哋唔想話規定佢係佢做嗰間先去嗰間度簽，因為有啲同事係可能住大西北，但係喺市中心翻工，咁我哋就冇規定佢一定要喺嗰間醫院度簽到咯。即係我哋只係港七大龍頭醫院都有簽到站，你係可以去是但一間去簽到，所以我哋冇一個好統即係好。好詳細嘅 stat 啊，嗰個位係，即係今日簽到嗰啲人冇一個好詳細嘅 stat， 究竟佢係喺邊度翻工，係啊咁樣。林鄭咧就啱啱就話咧，如果咧係封關嘅話咧，咪有十萬香港人都要離境啦。咁佢哋嘅需求咧係咪需要被照顧啊？我想問你哋點睇咧？即係如果要求全面封關之後，係會無視咗或者忽略咗呢啲要離境嘅香港人？其實唔同嘅專家意見咧已經建議香港嘅居民盡量
無必要都不要進入內地境內。我相信其實政府應該已經聽到這些聲音，而他其實他都有呼籲到，如果香港的居民如無必要應該都不要進入中國內地，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武漢肺炎已經在中國內地大規模的爆發，隨時一入咗去就會染到病回嚟，成為一個病毒的源頭。仲有冇記者需要問問題？因為其實剛才我們回答過為什麼用極端手段的那個回答，我想答了的，其實目標一致，目標是一致的。如果他是跟我們目標一致的話，他應該已經來了跟我們一個公開對話了，我們相信，還有實施了封關。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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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但是這個會阻住定唔阻？係啊，拎架先。即係佢哋，係啊，我咪。係啦，係啦。哦，咁你將開刀，即係擺喺側邊。謝謝謝謝。